顾西西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对我的身体有任何的幻想。有谁会把自己的像花这么大放在这儿啊？死脸婆。忘记你在这儿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看见。晚安，小发财。李思辰，你有没有工作心啊？你这发出这么大的噪音，我怎么睡觉啊？九十九，一百。我有严重的失眠症，有效的锻炼能够促进睡眠，虽然没什么用，但运气好的话，还能睡两三个小时。所以说。你就把别人用来睡觉的时间拿来运动了。顾西西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对我的身体有任何的幻想。李思辰，你知道你为什么睡不着吗？你坏心眼太多了。今晚我去书房。等等，我想了一下哈，我们今天第一天结婚，你要是去书房睡的话，他们会发现的。我也是为了你好。你是在要求和我睡？想得美，各睡各的。在那儿。你床也不睡。叶思成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签了合同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可以告你。睡不睡是我的事儿，床是我的。